好，欢迎收看《加乐你股》，我是杜真林。明讯 Messix 推出全新的光纤上网与号令后付的捆绑配套，每月最低149令吉，高过早前推出的99令吉捆绑配套。不过最新的配套提供了30GB 的手机高速上网，外加30GB 的手机 YouTube 数据，是之前手机配套的三倍。而另一个无线手机数据的类似捆绑配套，最低价格则是每个月198令吉，新推出的配套便宜了25%。因此大码头王研究认为，新推出的配套为明讯的新用户提供了更灵活的价钱选择范围，但是又同时可舒缓每位用户平均收益 ARPU 的下滑。明讯将继续为后付手机业务打造成以家庭为主捆绑光纤上网服务的配套业务。行家目前静候明讯预料在本周五公布的业绩，并先维持守住评级以及无令级的目标价。